响应四月七号世界健康日、全民饮茶日，台湾茶协会特别伫咧大业大学举办全民做伙来饮茶活动。按今日开始到六月底，各地火车站、高速公路服务区或者是学校等所在，只要有采这个世界健康日、全民饮茶日这支旗的所在，就提供免费的红茶。台湾茶协会理事长、大业大学观光学院院长李世杰丁贵宾手提着茶杯啊，宣告全民做伙来饮茶活动正式起跑。按即马开始到六月底，将串联全台各地据点举办红茶活动，推广台湾好茶。就有在奉茶，这个是一个我们传统以来都很持续的在推广，也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习惯。那么我们鼓励各位的茶友们，到我们的网站上，然后认同我们这个活动，然后他可以多拍一些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网页里面来，鼓励大家去按赞，或者是你的网页里面鼓励去按赞。那除了这个喝茶以外的时候呢，也鼓励大家举办主题的茶会啊，那或者是说呢，提供一些的 discount 的就是优惠的这个产品，让大家去奉茶的时候也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好茶。活动现场，食品加应用生物科技学系硕士班的学生，也来布置茶室，透过茶文化的展演，展现台湾茶的美学。也希望各地爱饮茶的乡亲，会当将饮茶相片摄落来，传到协会。有入选，协会人员就会到现场来进行宣导活动。持续大概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到六月底。所以呢，只要你想要有喝茶，想要推广喝茶，你觉得你的茶很有特色的时候呢，就来到我们的官网上去报名。那报完名以后呢，你上传这些照片按赞，那我们会在每个月的月底，我们会挑选一些的特色的这个亮点的茶庄，到您的单位那边去做一个开箱文式的一个的介绍，那你可以更多的推广你的好茶。鼓励全民来饮茶，为健康加分，也要来找回早期台湾社会当中红茶好亲，甲路边红茶人情味甲文化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台川采访报道。